看看啊。哎呦，这个洛圣都改车厂，我得先买个马鞍。这些马鞍哪个好啊？不知道，反正我当时就选了个最破的马鞍，他当时就给我那个最破的。好贵呀，我都买不起，我还就居然还在想哪个好，我现在只有22块钱，我买个屁呀，我买。哦，连这个很破的都要39，我再赚一点钱，我再过来买马鞍。我、哦、没有马鞍，我是不是骑不了它了呀？对呀、啊。啊？那、哎、我还是骑着它嘞，我身上有它的马鞍啊。之后咱们黑水镇那边有还有个任务可以做，咱俩去一个地点吧，咱俩集合一下子。那去哪？咱们去黑水镇吧。行，黑水镇在哪？我看好了，就在这前面。我接了一个陌生人的任务。等一下，天天接任务，赚钱赚钱，老马呀。啊，叫只能叫老马，我得去马厩他那换成那个新马。怎么接任务啊？找个陌生人就能接吗？找到陌生人，走到他旁边，跟他说个话就可以了。我试试。刚刚跟他说话，他说我脑子进屎了。为什么？他等下就给你那个了。别打我，哥，别这么暴躁。哥，接个任务。哇！干嘛呀？那我不知道了呀。我每次都是就找那地图上的陌生人，然后他走近他就会给我任务做。我做了2个了已经。那怎么回事啊？不知道，可能是你比较丑吧。你人家看到你都害怕，你知道吧？看到我是个美女，都不怕的。啊？是不是就他刚才打了我？哎呦我靠！完了，我荣誉降低了，怎么办？没事，我先搜挖一波。啊，我管他降。我以为刚他妈刚突然卡了一下，我操，整个电脑都卡了，我都傻了。刚才打我，憨批。啊，搜了10块钱，还有个强效疗伤药，哎，哇，金色物品。我怎么又惹事儿了？不是，来了来了，我马上到黑水镇啊！我离黑水镇就一条路的距离。跳上马背。哇呀，我跳别人马上了，我又犯事儿了。那不要跳，不要跳。靠！还吃了我！再见。完了，我是目击的盗窃马匹犯。完了，我被通缉了，有人已报案。你就杀人，你没有荣誉值。我没杀人，我把他从他马上拖了下来，然后他自己摔死了，能叫我杀人吗？谁的赏金5块啊？我的赏金5块吗？我才这么点钱啊！我还抢了别人的马之后，他们马的物品栏上有没有东西？搜查一下马鞍袋。我到黑水镇了，你的人呢？哇，好东西，苏打饼干。我就在黑水镇这边。咱们一起去那个邮局。可以可以可以，我到了。进去里面吗？没有啊，就在邮局这儿。邮局就这么点地方，我感觉我没看到你啊。我也没看见你，咱俩都不是一个世界。不是一个站址。哦，找到了找到了。哦，这个 hello， 我操！等一下，我又开始做任务了，你先别要我。你怎么？哎，爬！我刚刚看你没人，看你不在，邮局里面有个陌生人。快点，我邀你了，快点的，别在这做任务了。哇，他的马好好看、啊！马上完成了，马上完成了。他的马好好看，我好想要啊！哎，怎么才能把别人的马收入囊中啊？啊，真开心，真开心！啊，这匹马应该现在是给我了吧？哎，我靠！哎，你怎么样？没事吧？哦，没事。哎，别跑啊！哎，他怎么跑这么快呢？啊靠！我到现在我都不知道怎么接任务。走到那个陌生人旁边就可以接了。我每次走到那个旁边了，啊、陌生人是吧？说话是地图上的陌生人。对啊，我以为地图上的陌生人，我以为是随便一个路人都可以。我找路人，我傻了，问他话呢，然后他把我毙了。哎，那我会了，你会错我的意思了。原来做点任务，那你不说陌生人吗？那其实说哪个陌生人？对，我就说陌生人，我说地图上的陌生人呢。那我还以为随便一个陌生人呢。你就去找那些陌生人做支线任务。可以拿钱的，一个任务10几块呢。
接受。有一个混蛋抢了一辆马车，你是不是找那个邦尼接任务？我不知道，他在那个邮局看报纸。哦，哦，那就是，应该是你要护送一个马车的，护送那个马车到石兰基站是吗？拦截轻型马车，在不杀死马主的情况下收回轻型马车，以赚取所有报酬。啊，用绳子绑下来是吧？我准备好绳子了，我都没用过这个绳子，我试试。我在烹饪猪肉，我操！啊，我去吃饭了，烹完猪肉吃个饭。你什么时候吃完？啊，马上，你懂我的马上吧？我懂，我现在下个马，再下个马，你是不是就吃完了？差不多。刚吃完一坨猪肉。我问你吃没吃完饭？没呢，哪有那么快、啊？你不说马上吗？他后面有两个保镖哎，先把保镖放上来。哎呀呀呀，被发现了，然后再套一个。哎，哇，真准呐！快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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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下来就是你了，去吧，皮卡丘。好像是好的，哇，这个车好难控制。哎靠！哎，哎，哎呦，哎呦，吓死我了，吓死我，我以为马死了。哎靠！一直抽你的小屁股蛋儿，啪，啪，啪。嘿嘿嘿，一会儿我再抢一个好点、好看点的马。哦，给了我0.16个金条，哎，还有10多块钱呢，我的天！发了，我去找一个好看点的马。哎，这个马好看，你们懂的啊。哎，套住了，套住了。哎。乖乖，安抚鱼鱼，安抚安抚，乖哦哦。哎，好呀，要无法将这匹马带入马厩，为什么不算是我的？靠，白套了，还被套上那个窃贼的称号。马上到了，可以接任务了。哎呀！啊！别别别！啊靠！哎！我怎么天天惹事儿呢？How about that work? Oh, it's for my nerves. Bad nerves, really bad nerves. I'm not a bad fella. Well, not that bad. Babe, what are you looking at? Folks, always stare or screw you over. It's one or the other I find. Which are you? A stare or a backstabber? Hoping just to stare. Say, you want to help me out?Go find this snake. His name is Ian Carmichael. Great guy. My best friend. Best buddies with stole my goddamn girl. Stole Shaky's girl. Oh, he did. I'll pay. But you gotta kill this bastard for me, will you? Go on then. 我的暗杀是吧？事情变得有趣了起来。哇！狼来了！靠靠靠！啊靠！哦，一枪打不死，好。我包皮嘞！哇，好真实啊，这个。
哇哇，这游戏包皮好有趣啊！哇，第一次这么爽。那肉呢？啊，肉已经放进背包里了。怎么包完跟个狗似的呢？怎么狼包完变成狗了呢？那这个皮我就一直拿身上吗？不行，我得把马叫过来。我是不是得放在马身上？一张，我能放几张？我记得还有一个尸体。哇，好有趣啊！这游戏的包皮。这手法太娴熟了。劣质狼皮，我放了两张上去。有时间限制了，15分钟之内找到目标。哎，这个马披上狼皮之后是不是就不冷了呀？哎，看到人了，看到人了。这是在小便吗？哇，他们骑着马。我是需要暗杀是吧？这怎么暗杀吧？这没法暗杀啊，没有什么石子去吸引他们。能杀个这个背对着我的。他那边人会不会注意到啊？试试啊。啊靠！死了死了死了！说是暗杀呢，这不是暗杀呀，这暗杀不了啊，没法暗杀。刚才你们一看，我明明是暗杀到一个啊，我马还跑了，干掉所有人就算暗杀，明白了啊？了解。我靠我靠！哎，什么东西啊这是？啊靠！哎，这个马有病吧？回来回来回来！你怎么能扔下你的主人就跑呢？哇靠！哇，这怎么这个东西这么猛？我要死了！哎，美洲狮，我要杀一只狮子了。看来这儿来了。哟，皮啊皮，这啥呀？来，狮子皮啊！你没有见过的全新皮革，狮子霸王怎么也跟狗似的？哎靠！然后弓箭，哎，有一只狼的尸体，包了得了。我不是来杀人的吗？怎么从盗猎那个偷猎来了？完美的狼皮，放上去。刚才狮子皮被打扰掉了，在地上呢，我就给它捡回来。劣质的，没事没事没事，只要是我的，它就是好皮。目标也不在此位置，用鹰眼搜寻一下。哦，看到了啊，走了。哎，等一下，枪还没掏出来呢，等会儿，哥，看不见了，一个，啊，维护费花了1000，花了1块，没事没事，哎哎靠，救活救活救活，我马怎么了？马匹复苏剂，主播水平有待提升。我傻了，我才刚玩这个游戏，很多地方不是特别懂，我会越来越熟练的。哎，看到了，哎，现在可以暗杀了，观众们看这波操作。
任务完成了吧？加多少钱啊？这么吃没吃完饭？都快，我要打猎了，不行了，打猎太好玩了。慢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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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一枪，两枪，打死了，还是很准的嘛。哎，最喜欢这个包皮这段了，特别爽，你知道吧？太真实了，这个游戏包皮这个系统啊，非常喜欢，就把皮从身上薅下来，哎呦，太爽了，哈哈，这个还行，这个皮包完还没变成狗，怎么又变成狗了？脚没了，把它脚给拿走了。它上面那个皮的颜色是你最后铺上去什么颜色，它就什么颜色。我怎么卖掉这些皮呢？我别来了，我该去哪儿卖掉？菜刀，肉铺是吧？对对对，可以。这大冬天的，我包皮不是为了卖钱，是我的马儿啊，它太冷了，给它 铺点皮吧，它能暖和一点。啥皮？你刚啥皮？皮呀、啊！你刚那个啥皮？不是，那怎么念？剥皮是吗？啊！哎，别！念包也没什么错了。但你们怎么总能想歪呢？你有包过熊的皮吗？没有。能包吗？咱俩去打猎啊！可以，我在线下的时候打过一只传说级的那个大灰熊，超级大只的，包它皮贼爽。喂马吃点东西哦，好像我感觉喂它吃点东西吧。苹果连接不进去。哎，我怎么自己吃了？不管了，我吃了就吃了吧。马儿你要乖啊，主人吃了就相当于是你吃了。继续跑。我进你那边，我身上的皮就没了。我先把皮卖了再说。不会不会，他把它放马上就不会，是吧？别骗我，我进不去啊！反正都不是什么好皮，哎，能进，卖不了多少。加入了，我正在进，总是发生错误呢。对，我也是一直错误。要不我们加速器连一个节点吧？你等我先把皮卖了。我要卖，我要去卖。你赚了多少钱了？我还是几十块钱啊？为什么那么少？我都60多块钱了。那不也还是几十块钱吗？好，搞得你好像有多有钱一样。哎，我都60多块钱了，比你多就行了。我一拳打废你两颗大金牙哦，捡了就卖钱去。哎，还真有金牙，我操！之前捡到过，我卖掉了一颗金牙，2块钱的。打到的谁的牙呀？不知道，他可能嚼苹果的时候掉地上了，然后被你捡到了，拿去卖钱了。完了，我又召唤你那匹老马，我傻了，自梦你赔我皮，那上面还有美洲狮的皮。哎，这个，哎。我好像没有注意他的体力，下彩虹了，不是，那个天上出来彩虹了，哇，两条，还是很宽的两条，好厉害，我好粗，完了，我骑着这匹马了之后，我身上的皮可全没了，就因为你啊，太狗了，子母，太酷了，这鞍怎么一个都200多啊，500多啊都有，杀了我吧。哎，我能买个最便宜单了，39块钱，就是它了。我买了一个最普通的马鞍，重命名。嘿嘿，好，我感觉我跑了预感。我的马可没取你的名字啊，我不取你名字。啊，那行，那无所谓。你好了没啊？好了好了，赶紧的，那个加速器挂同一个，打你妈的！太可爱了，这个。这匹马的名字你一定要看看，觉得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你杀了，再把他们拿枪把你杀了。跟你不是，他不是你的名字。要是他的名字里面出现了字幕两个字怎么办？啊，不会的。哎，我靠！快马加鞭赶过来，有别人，有别人，我这旁边。就是我，哎，就是你！我的天！来看我的马。哎，你看不了他的名字吗？我看不了，我也看不了。等会儿啊，怎么才能看呢？我上不了马呀！我，哎，我中了我马一拳，我操！哈哈哈哈！我摁不了 E， 我上不了马，哎、你知道吗？看这个名字了吗？没有啊，我揍一拳试试。哈哈哈！我踹死了。哎，那这样吧，等一下，等一下，我操，不要，我不想死啊、哦！我死了，操！好、啊，你死定了！你把我杀了之后，我连接错误了，我又掉线了，我又到黑水镇了。你在哪儿啊？我在外面打狼呢，杀了三只狼。上马吧，上马。为什么你的马鞍免费给的都比我的好啊？
啊，没有啊，我看那个皮质的，我这个是这个什么鸡巴质的，我都不知道。我这才20多块钱啊，30多块钱。咱们黑水镇，黑水镇做任务去。走，黑水镇。你看我，你看我大冬天的穿个短袖，操！哇，这个景色好美呀，你发发现？嗯，是还不错了。摔死啊！我马都摔死了。哎，我还没有马匹复苏剂，你能不能给我一只啊？我马死了。我整死你啊！哎呀，你妈！你过来呀！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你停停停停，你别甩绳子了，快点！我给他个痛快吧。你干啥呢？能救吗？救火！我不是字幕，走了。哎，别哥，快救我的马！快救我！救我马！你妈！我靠！去你大爷！救我！我也没有那个复苏。救马！救我马！我没有了，我救不了，我救不了。你干啥呢？啊！爆娃呢？啊！哈哈哈哈！哎呀！不行吧？来来来！哎呦！臭透！你不行啊！挺好啊。你根本就不行！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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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能不能救我马？我马要死了！给你哭！我操！荣誉等级降低了！我操！我把你扛起来！我靠！干啥呢？好像玩那个黎明杀机呢，我还得挣脱一下子。哎，我真的成功了！哎，我操！我成功了！喂，别打，不打架，不打架了，我操！能不能救救我的马？我马死了，靠！救不了了，我救不了，我真救不了。哎，这皮又没了。哎，狗马没了就没了吗？没了，走了。那你上我马吧，你上我的马，咱们一起走。哎，我去，走了。我也不是故意的，我刚马跳一下，不知道为什么，然后你就把你撞了。哎，你跑去黑水镇吧，跑过去可以加你的那个体力上限的。真的，你跑过去可以加体力上限。你说挺好，我跑过去，马还会复活的吗？啊，皮克还在，皮克还在，可以。走了。哎，我怎么才能把你的红色消掉？消不掉了，咱俩已经是敌人了。我不是故意的，我刚马跳下去，然后不小心就你就追尾了，那是你的问题，那不是我的。让我真是两个，哎、一个才0.9，还有一个0.6。我这边最便宜的外套。235块钱，开封，咱们去做任务吧，帮我赚个200块，我买件外套，不然我要冷死在这里了。绳子绑。开封，你看我有穿鞋子吗？买的皮，没穿。啊？为什么我不能没有鞋子啊？我进去穿一点，穿个鞋子。好可爱。
哇靠，这谁的马呀、啊、Smoke 你看有了什么东西啊，哇靠，我为什么要骑在他踹我一脚，哇你看他们的马头，我操，我骑好酷啊，哎呦我操，他踢我一脚，你觉得他以为他踢你，他有病我操，懂了懂了，哇他好厉害啊这个，我操，这谁家的马、啊、整不了，我整不了他了，我整不了他了，我还整不了你呢啊，他给我踹了一脚，哎呀等会儿，哎哇我跑这么跑这么快，走走走，怎么抓他抓他抓他，那是别人的马应该抓不了的，我去杂货铺买点东西啊，我怎么就成马匹窃贼了，没抓着，我去杂货铺买点东西，咱们等下去开任务去， Hello， 哎我套住了我套住了，怎么哎呀套住了可还行，套不住，我操，我买一包糖果3块钱，哎这个马套不住啊、哎，食肉动物诱饵2块钱，那别人的马你怎么套啊，食草动物诱饵、啊、我们待会可以买这个诱饵，然后咱们去抓食肉动物，哎咱们都买终极版了，为什么还没有这种马呢，不知道啊，买胡萝卜给马吃，给马吃的是胡萝卜，我靠好帅啊，但是怎么那么贵啊，哇这个好看这个好看，看一下这个杂货铺怎么没卖人吃的东西啊，这卖马吃的，直接干掉马拿装备行不行，哎我可以啊，我出去把那匹马杀了，这样你会被那个你会被通缉的，通缉我买条巧克力，我没钱了我没钱了，我太穷了，现在凯峰你去那个邮局那边可以那个取消自己的通缉的，可以把自己通缉消掉的，我对他点开不了枪，哎我点左键没反应，应该打不了的吧，这匹是谁的马呀、啊、好厉害啊，我们这周围有别的玩家吗，没有啊没有啊，不知道啊，拜访美味警长老远了，你看地图黄色，这给多少钱啊，我不知道没做完，我还没做呢，我操，这边一个这边一个这边一个，我觉得半个小时就三个警长，就三个警长，咱们一起做，要不你跟着我咱们一起去吧，我出发了，你跟在我后面吧，我刚买了几个胡萝卜，我给我马吃，给我的马吃一吃，我都没给，我都没买啊，我你干啥呢，我的马这个核心体力值满了，给我一个吧，我不知道能不能给你，停一下吧，我看能不能丢给你一个，我丢了一个，你看地上有没有、哦、好像是没有，我操了，白费了一个萝卜，我操，What the hell？ 他在骂你，这人在骂你。行了行了，你把他吓到了。让他骂，让他骂。他永远不识泰山，我能怎么办？你要培养那个和马匹的默契度。怎么培养？我也不知道。竞速了。哇、哦！开始竞速。好像我的马比较快一点。咱们尽量不要把对面撞下去，好吧？好嘞哥，尽量不要撞到人，差一点啊，他妈吓死我了，差点就撞到你了，你撞树了，哎、我这他到了，就是这里，你看那个有前面地图上有个天平的标志吗？哦，我知道，按住开始匹配，哎，开始匹配，哎，轨道上的生死，睡觉是吗？那我也睡觉。Oh, just one kiss, tastes like heaven on your lips, never had